为了推广全民运动以及国民健康体能，复兴乡体育会特别举办运动爱台湾跳绳体验趣味比赛，高雄上午在复兴国中举办决赛，14支队伍同场竞技。主办单位也希望借着比赛培养学生的运动习惯，养成团队合作精神。复兴国中运动场来了一群跳绳高手，八人一组，六名负责跳绳的双脚真侪跳悬落地，六名秀绳仔用尽全身躯的气力，揪着绳仔快速转动，透过训练，默契动作一直过紧。一个训练当中培养默契，还有他们合作的一个精神，最重要给孩子一个强健的一个体魄，还有喜欢运动的一心。原来这场比赛是复兴乡体育会运动爱台湾系列比赛，这届参加的队伍是复兴7间国小，大约500人。在你经过预赛了后，14号来到复兴国中举行总决赛。复兴乡体育会，那么运动爱台湾，那么第一次办理多人这个技次跳绳的比赛。那也感谢我们福兴乡我们这个所有学校的热烈配合，那我们经过7场次的初赛，今天来进行决赛，那我们总共有14个队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比赛，那我们也要录取前3名以及优胜4名，那我们也借由这个活动来推动我们这个福兴乡跳绳，还有我们也有办日月球跟踢毽子的这一些活动，来推动福兴乡这个运动的这个风气能够强健体魄。透过比赛，让学生学到技能，也来锻炼身体。当然，上届重要的是让民俗体育传承落去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，复兴采访报道。